花莲县政府办理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形象 logo 主视觉设计竞赛开始征件，征件时间到3月24号，邀请全国所有喜爱创作设计者报名参加，获奖者的作品将可以要上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的舞台。花莲县原住民联合丰年节即将到来，主办单位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目前正在征选联合丰年节形象 logo 主视觉设计竞赛，奖金分为优胜60000元，以及第二名30000，第三名20000，以及佳作。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形象 logo 主视觉设计，从2月24号到3月24号接受报名。我们是采线上征件的方式办理。那本次活动的优胜奖金呢，有60000元。另外，我们还有第二名跟第三名，还有佳作的奖励。那我们总奖金是14万元。相关的竞赛方式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网查询，更多的活动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网站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报道。